都是名冉莹莹三胎儿子跟妈妈姓冉，想法很好，但可能会坑娃。网友一直都没有等到邹市明冉莹莹官宣三胎落地的消息，直到前几天夫妻俩才正式对外宣布三胎已经降生，是个儿子，孩子已经满百日。他们俩还在上海一号运动中心为小儿子办了百日宴，在百日宴上，妈妈冉莹莹透露三儿子的名字叫西西，并解释了名字的由来。有次哥哥又欺负妹妹，妹妹哭着向妈妈告状，于是妈妈将哥哥狠狠批评了一番，并让哥哥向妹妹道歉。没想到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，两个孩子，一个跟着爸爸姓，一个跟着妈妈姓，看上去挺好的，可以充分调动老婆生二胎和外婆带娃的积极性。可实际上这样做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。